Hello， 我是阿梦，欢迎来到 Mimo Photo Life。这礼拜阿梦来画画，来了一间小间的日常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小间日常，等一下就来看看阿梦到底画了什么吧。Go！ 小间日常是阿梦误打误撞碰到的一间咖啡店。1922年的老屋，现在却记载着许多旅人的故事。我们问老板说，为什么他不多多经营他的 Google Map 评价？老板阿贤说，这里是他的 real life， 他不想要骗你进来，但是他却用他的方式经营这个小小空间。小小的一间店，却包裹着许多你需要探索的景色。想要望向阳光，就得需要自己把门打开。这就是老板让客人们自行体验探索不一样的空间。就让我们看一下这间小间日常带给阿梦不一样的体验，体验阿贤说的 real life。如果你喜欢阿梦这次分享的咖啡厅的话，请帮我的影片按一个赞吧。想要看更多影片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然后把小铃铛打开，才会收到更多的通知。那如果你喜欢小间日常的话，也可以来这边喝喝咖啡哦。那我们下一次见咯，拜拜。